现在在一起快两年，有没有讨论过？是没有，但是对方的就是家庭有稍微询问过，认真的。你说真的这样问？对啊，我说就是当然是认真的，但是要先看后续我们相处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才可以决定未来适不适合彼此，所以不太确定。敢直接说不太确定。这是事实吗？那如果真的女方偷吃或是男方发生什么事情，这件事情是没办法给予承诺的。Hello TVBS 的娱乐头条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国祥。可是女友是圈外，不是圈内。可以讲。可以。王星辰。哦，好，对，不同公司，在一起。现在在一起快两年。那你们有讨论过这件事情？有没有讨论过？是没有，但是对方的。就是家庭有稍微询问过，认真的。说真的这样问？对啊。你说对方父母吗？对啊。他说：“哎，不想，但是玩玩。”还是认真。爱怎么？我说就是当然是认真的，但是要先看后续我们相处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才可以决定未来适不适合彼此。嗯。因为毕竟你的女儿跟我们也是第一次相处在一起，所以不太确定。敢直接说不太确定。这是事实吗？那如果真的女方偷吃或是男方发生什么事情，这件事情是没办法给予承诺的。哪有人要对方的父母就讲说我一定会娶，一定会娶，但他有是在你认定中可以结婚的对象。他其实蛮简单的，就是他觉得我没有对不起他，他就觉得他可以跟我所有的感情是可以相处出来的，所有的习惯是可以配，就是慢慢的磨合的，因为一开始就可以好好在一起，所以。他这方面算是成熟吗？还是算是简单？算是成熟。算是成熟。